那里面。
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怕它翅膀不，它的翅膀会撞到东西，怕这样。哦，所以我就跟他要求说，我应该是主控，我没有说，我应该是主动，然后就让他翅膀。对，我就这样跟他要求说，因为我们都是必须同频站啊。没有，啊，在这里有点像是有，对啊，失控。那个时候，可是你的高度那么高，就撞不到了。我是觉得。